喂，哦，喂妈，啊，哎，我最近过得挺好的。嗯，没事，不用担心我。多少去吃饭了？不过我和朋友去吃饭了。嗯，不用担心。拜拜。今晚鱼种。吃完这顿饭你就要走了，一个人在这儿可以吗？嗯，当然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小妹，好。Thank you.